报告联席会，出席文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法定人数，要进行开会。那首先呢，我们要进行议事报告，也就是上次会议议事录的宣读与确定。那由于上一次的会议呢是秘密会议，所以议事录的宣读跟确定呢也应该采取秘密会议的方式进行。那现在呢，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清场一下哈，请各列席单位记者朋友还有跟这个议事没有相关的人员必须先行离场啊。等我们处理完以后大家再请进来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清场一下，谢谢。志国，你可以去拍一张照片吗？蛮有意思的，呵呵，证明，对呀，对呀。看我们立法院多守规矩，哎。啊？我不晓得你们这个。好，那请宣读好了。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宣读报告事项，上次议事录，谢谢。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秘密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12，地点本院情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曾明忠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林德虎委员等26人，列席官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丽玲、财政部部长张盛和、率所属机关人员等，主席系召集委员国勇。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及财政部张部长盛和就浩鼎案所涉证券交易法及税务等相关问题之行政调查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日会议先由主席及召集委员国勇报告秘密会议应注意。
报告各位委员，报告各位列席人员。刚才由于我们进行上次会议议事录的确认，那因为上次的会议是秘密会议，所以呢，我们就是没有相关的同仁呢，都要在会场外，那以至于重新入场耽误了时间，不好意思。那现在重新进场，请大家保持会议秩序，保持安静。另外啊，因为今天是决算，所以涉及单位很多。那虽然我们这个已经是立法院最大的委员会会议室，但是我想可能还是有些地方哈没地方，可能不够坐。那我请一场同仁哈，财政委员会的同仁们哈，那帮忙协调一下，最后这一排哈，我右手边第二排最后那一个位置不用给记者，因为记者够坐了，那边都给各单位的同仁哈，给各单位同仁可以请就坐哈。另外两边都可以坐过来，不好意思哈，场地不好，那没有办法这个足够的这个座位哈，那所以两边都可以坐过来没有关系哈，那尽量不要站着，因为站很久，今天可能要开一整天的会，那站太久的话对大家不好意思哈。好，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管理一单位结算：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证券期货局、保险局、检察局。其他查核事项：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转入数结算表。二附属单位结算：营业基金单位、中央银行（含中央造币厂、中央印制厂）、中央存款保险公司。三附属单位结算：非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特别收入基金、金融监督管理基金；二其他特种基金、保险业务发展基金、金融研究发展基金。宣读完毕。报告各位委员，我们今天要就刚才所宣读的这个内容呢进行决算。那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进行决算，那我们的会议呢有些首长他本身的议程有冲突哈。那譬如说像审计长，因为今天外交部事先就有别的国家的审计长要来拜访，那这个是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安排好的，透过外交部安排好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待会让审计长报告完以后可以先行离开哈，那审计长就不必再向主席说明，就可以直接离开哈，去接待外宾。那另外像是金管会今天是被决算单位，但是金管会今天自己在办国际研讨会，那他们的主委不但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而且还在里面有进行专题演讲哈。那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本席今天要排决算，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只要合理的范围之内呢，那主席都同意请假。那另外呢为了表示对各位委员的负责任，所以我请假单位的首长啊都要以书面的方式啊来这个做请假，所以我们把这个各单位的首长请假单啊，首长请假单，那放在这个地方供各位委员自行的来参考。但是如果请假的首长，我都请他们的副首长要代表哈，因为这是正式的一个立法院的重要的决算会议，所以我都请副首长哈要来列席备询。那以上是向大家做个报告。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林审计长就本次审查之机关单位部分进行简要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今天就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及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审核报告，那么金管会主管、中央银行还有这个保险发展基金、金融研究发展基金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转入数结算表等审核的情况做扼要说明。首先报告总结算的部分，第一个是金管会主管包括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五个机关税出结算审定是141880万余元，剩余数2986万余元，主要是人事会及相关业务监会剩余。
其次是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转入数的结算表，特别结算以前年度税入保留转入数，其中这个中央政府国军老旧建村改建特别结算以前年度税入转入数1309亿200多万元，结算审核结果审定时限是221亿5000多万元，应收保留数还有1087亿4000多万元，还需继续执行。特别结算以前年度税出保留转入数结算表内有中央政府国军老旧建村改建等13项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转入数总共是1855亿719万元，审核结果呢审定减免数94亿3000多万，时限数223亿3400多万元，应付保留数1537亿3769万余元，保留下年度继续执行。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融资调度转入数结算内有中央政府基隆河整数计划特别结算等11项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转入的这个融资数有363亿316万元，结算审核结果审定减免数94亿3000多万，时限数86亿，未结清数有182亿6000多万元。其次是副食单位结算及中期表，营业部分是中央银行审定税获净利是1979亿5900多万元，较预算增加747亿8000多万元，主要其债券投资收益率较预期为高，利息收入随增。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审定税后净利是零，主要是依照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每年度收入总额减除各项成本费用及损失获得余额，全数提存保险赔偿特别准备金。再出报告副食单位结算及中期表非营业部分以及其他特种基金，金管会主管金融监督管理基金审定剩余5亿5000多万，较预算增加1亿5000多万元，主要是金融机构违规及办理增资换照案件增加还款收入，以及这个规费收入增加。保险业务发展基金短处8069万，较预算减少短处2000多万，主要是申请补助经费未如预期。金融发展研究发展基金剩余226万，较预算增加191万。在重要审核意见部分，三个机关我们审核结果提出多项建议改进意见，摘要报告如下。第一个是金管会本年度陆续核准本国金融机构赴大陆地区设立营业据点14家，已经开业16家，7家出行，还有2家这个主行。那本部前在审核102年度结算的时候呢，那么发现这个部分本国银行大陆地区铺险金额攀升，那么金管会虽然有做一些监理措施，那么我们还是提醒再加强改进。那该会在103年10月15号提报大院财政委员会，那么有关中这个本国银行对中国铺险及对中资企业缩金情况专案报告，就强化大陆地区铺险管控有提出加强检查工作，还有督促银行严厉符合当地的债权确保措施等监理措施。我们最终结果到103年12月份，本国银行对大陆地区铺险的金额呢，那么是1兆7000多万，占这个净数的68%。那比较102年12月底的这个总额，还有占净数的百分比多，还有继续攀升。那而且这个还有超过90%以上净数的这个银行，那我们再次提醒这个金管会更细来督促这个本国银行持续落实海外地区的授信政策。那么金管会已经要求银行针对大陆地区授信铺险余额，应该在104年12月31号以前至少提列1.5%的备底呆账，强化对大陆地区授信铺险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另外呢，到104年12月31号为主的这个公告书料，对大陆地区的铺险额度呢，那么1兆7300多亿，占这个结算净数的10%是60%，比较103年12月底已经减少8%。那么想这一块已经收到这个相当效果。另外就是金管会在检查局在103年10月起呢，陆续对大陆地区授信金额较高的11家本国银行办理专案调查，那么抽查发现这个未切实管控，还有正确申报大陆地区授险铺险等10项相关的这个应行改进4项。那么这个检查局已经出具检查报告，那么函请各银行来检讨改善。不过我们会审这些检查结果，发现这个受查的11家银行多普遍存有未切实管控，还有正确申报大陆地区授信铺险，以及未切实评估资金需求及贷款用途等
切书，那么已经进一步请金管会再继续强化各项这个监管工作。另外就是本国银行对大陆地区铺险总额计算方法，那么我们接着说，是不是要把海外的主行部分再进一步来把它这个纳入，还有检讨这个相关监理的一些妥数性，那么这个金管会也进一步来做各种强化措施。第二点是本国银行销售衍生性商品，那么经金管会在103年度入场监理发现，部分本国银行办理 TRF 的交易量已获利大幅增加，陆续发生这个客诉事件，经专案检查结果，这个10家银行存有合可客户交易额度未充分评估所营事业营运性质及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未根据客户交易目的、经验及营收等条件核准合适可交易商品等切书，那经这个金管会都分别核处停止新承做这个业务1年，或是罚款200到400万元，或是纠正等处分。为了持续提升我国银行销售衍生性商品的监理能力，那我们在函请建议这个金管会是不是在进一步参考国外这些先进国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机制，来进一步强化监理措施。金管会在105年1月30号修正银行办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管理办法以及监理规范，调高专业法人客户资格避险交易的个别交易损失上限平均单月名目及本金3.6倍等，以强化这个管理机制。第三是以退场问题轮售保险公司保留资产旁据，期待督促接管人积极清理国保及幸福轮售等这个主要的资产负债及营业，经接管人在104年3月23号，那么以这个赔付款303亿标售出去以后，那么这个赔付款由该会逐年编列预算与金融业特别准备金及各寿险业者依法提拨保险安定基金这些专户来出应。经查，这2家轮售保险公司退场后保留资产80亿，主要是幸福轮售公司海外资产。那不过因为幸福轮售公司跟海外的保管银行存有权利或是利益的争分，所以未能清理这个处分，接管人未来后续处理呢，那么也出来已经将部分资产负债转换现金，并且将相关这个涉及不法的情形呢委送检调机关来侦办。因为这个本案的保留资产庞大，所以我们也提醒该会督促接管人积极来清理，并除去洽请海外相关监理机关协助，以利保留资产的收回跟处理，减少政府处理成本。以上是就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那么进入主管的部分审核情况扼要报告如上，那么详细情况请参阅本部前送的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指教，谢谢。谢谢林审计长的报告。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除了做中央银行跟金管会的决算，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是其他查核事项，这是有关于特别预算啊，特别预算只要有用到特别预算的，那这个以前年度转入决算的哈啊，有用到特别预算的，那我们今天也一并决算。所以今天除了央行跟金管会啊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部会，只要有用到特别预算的哈，通通要来决算。那所以今天列席的官员非常的多哈，包括内政部，包括财政部，包括国防部，包括教育部，包括经济部，包括交通部，文化部，农委会，还有卫福部，故宫，圆明会啊。那这个出席的名单，为了节省时间，请各位委员自行参考。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也向各个单位说明一下，因为立法院的制度是预算由各个委员会来审查，但是预算的执行跟决算是由财委会负责，因为财委会过去是由财政委员会跟预算决算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合并起来，变成现在的财政委员会，所以各部会的预算执行以及决算呢，通通是由财委会来负责，来审查。那么也因此我特别提醒各个单位，对于预算委员会的委员要多多的认识啊，因为你们的决算还有预算执行都是在这个委员会。那我们现在在本会现在在场的啊，有两位本会的专属委员，也都是非常资深或学有专业，吴秉睿委员啊，是我们长期
在预算决算财委会的委员资深委员，另外我们曾明忠曾委员，他也是属于这个委员会，虽然他是经科委员，但是他过去担任首长，所以对这个业务也很熟悉哈。那接下来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今天虽然来决算的时间很部会非常的多哈，但是因为今天下午一点半，刚才主秘提醒我要万安演习哈，要两点，一点半到两点。哦，一点半到两点要万安演习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议程要紧凑一点哈。那所以我们照惯例，每位委员发言八分钟，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上午十点钟截止登记。那另外呢，因为今天审计长跟主计长是主要的这个负责单位，可能各个部会上台的时候，也许涉及到他们业务，审计长、主计长都必须陪同上台，所以这两位首长哈上下台不必向本席行礼，以节省时间。那另外审计长现在要离开，我们请副审计长哈王丽珍来代理。那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忠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麻烦请金管会黄副主委。委员长，副主委好。审计部这个报告里边有提到了，本国银行在大陆地区的铺险的计算方式，没有纳入海外子行的部分了。这部分金管会有没有相关的因应措施？报告委员，因为子行其实他已经他的那个投资在大陆的那个额度已经算在铺险里面，但是他对大陆的授信部分是另外是属于当地的这个监管，所以在一般的监理上是不会算在整个的铺险。但是要跟委员报告，我想也是委员在以往在金管会对我们的指导。那么其实现在大陆的铺险已经大概只降到净值的 0.58 倍了，只要两年以前其实当时超过 0.8 的已经有10家，现在已经没有超过 0.8 的，这 0.58 倍，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已经铺险已经完整的管理得很好了。 OK， 谢谢副主委的说明。接着跟你讨教，因为整个金融环境正在快速的数位化，受到网络化跟行动通讯还有社群媒体的兴起的影响，那所以我知道金管会在研议建置金融的资讯平台。那好，看下一页。因为整个金融数位化时代的来临，包括金融的六项核心的功能、十一项的服务创新，包括支付业务、保险、存放款、募资、投资管理、市场供应等等，那还有下面的十一项服务创新。那大量数位化的结果会衍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网络安全，第二个是网络诈骗。近来发生非常多的网络安全跟网络诈骗的个案，看下一页。那所以要跟副主委说明，所以整个后续的治安的配套相对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下一页。依照国外的统计，在2016年的调查报告了，2015年全球的网络犯罪受害人高达5.94亿的受害人，那金额是高达1.58亿美元的损失。好，看下一页。那来回头看看我们台湾的有关网络安全到底做了好不好？依照105年国家资通安全汇报的统计，去年下半年有60%的企业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那资通汇报也对国内的网络安全做一个评估，基本上是国内的治安事件频传，骇客手法防不胜防，治安防护的能量远远不及组织型的骇客，所以他认为治安分析的分享机制啊，国内现在还是不完整。我们往下看，那这个是最近几年的网络犯罪的情况，一百年是20000多件，
101年是13000多件，102年是12000多件，103年是18000多件。那基本上我们往下看，那我也知道金管会也非常重视啊有关这些治安的重大的通报。那去年呢有3件，那要请教副主委，就是这些通报之后到底后续怎么处理？有重大的偶发案件通报给金管会之后，后续到底金管会做怎么处理？报员，那个通报的系统其实就是配合行政院治安小组来处理。那如果是重大，如果是属于金管会个别能够处理就处理，否则按照他的重要的程序，有的是报到行政院那边去、okay. 都有按照这个程序去处理。好，有按照行政院规定的程序在做因应。但是过去的我们就是比如说以金融业来讲，银行、证券、保险基本上都是个别的公司在做因应。但是现在骇客入侵有慢慢组织化的一个情况，有组织化的一个攻击，所以金融业似乎应该思考组织型的来因应。作为我们看下一页，其实国外的情况，像美国已经为了因应金融数位化的结果，美国成立了金融资讯共享及分析中心，它的会员包括银行业跟金融产业。它主要有4项的职能，第1项是分享网络威胁的信息，2是提供网络威胁的指标，到底怎么指标啊，定得非常清楚。3是举办线上研讨会，分享每一家被骇客的实务经验。4是建制网络威胁案件的资料库，提供给所有金融业来做参考。那我们来看看英国的情况。英国也建制了英国网络安全资讯的共享联盟，它的会员资格不限，下一张，不限是只有金融业，包括各类的公司。它的职能有包括3项，包括交换网络威胁的信息跟提出来的解决经验的分享，2是提供网络威胁的警示，那也提供相关专业的建议。3是提供会员网络的监测报告，这个是英国跟美国为了因应整个金融数位化结果采行的因应措施。那基本上我要请教，面对这个趋势啊，目前金管会有没有研议相关的因应啊这个措施？请教啊主委。报告委员。我想您刚才提醒的不错，第一点就是现在的治安问题其实是属于有组织的特定地区特定的目的来攻击我方的相关的这个治安的系统。那在去年其实金管会就曾经争取科技专案预算，那么要设计这个跨部门的这个资讯分享的这个机制，那我们得到了这个预算，所以从明年开始分2期，我们要建制跨银行、证券、保险有各部门会诊的这个资讯的分享跟分析的这样一个机制，跟委员报告。是，那这个平台是要建制在金管会里面呢，还是要建制在金融总会，或者是它的功能到底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报告委员，的原则上现在是以金管会这边为主，但是我们还因为预算是明年才开始，所以我们会去思考，因为毕竟是要会诊业者的相关的这个资料，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在思考怎么样去设置比较有效率，能够达到治安的功能。是，那像美国是一个民间的组织，那英国也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但是它里面呢，我相信我也希望假设设立之后要有刚刚前面提到了，比如说美国有分享网络威胁的信息，提供网络威胁的指标举办线上的研讨会，分享实务经验，那还把相关的 case 把它建立起来。那英国就更明确了，英国包括提供网络威胁的警示跟专业的意见，专业的建议，那另外也会主动提供会员网络的监测报告。那我的想法是，这个组织假设建在金管会，以金管会的现有的资讯处的能力，
到底有没有能力，我倒是觉得是可以沿引国外了，英国跟美国的方式，可以由金管会授权，让金融总会来建立一个金融资讯分享的平台跟相关机制，不晓得副主委赞不赞成？鲍委员，我想 您今天的质询的这些会诊的资料，是不是容许我们？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好的方向，是不是容许我们回去把您的这个指示去跟我们现状去做一个演绎，可以吗？好，谢谢。因为基本上假设建在金管会，因为我觉得当然金管会的同仁还有资讯处的同仁都非常优秀，但是也有他的法律基础。但我相信把它建到金融总会，它是一个银行跨银行证券保险的一个总会，在它底下，那由金管会授权它来收集，我觉得来分享，那我觉得是一个合适的方式。那请问副主委，这个事情预估在什么时候可以有个初步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雏形可以出来？鲍委员，那个，因为我们520之后有新的主委，我想我们会一个月内先研究，等到主委上任之后，我们会跟主委，因为我想有主委做裁示会比较好，是不是可以允许我们两个月之内给您一个回复？等主委上任之后，请他做一个裁示。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8月底的，好不好？可以，就给新任的主委一定的时间。是，我希望8月底以前能够有一个雏形出来。了解。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副主委，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请吴秉睿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金管会黄副主委。委员长，黄副主委早哈。那个，我前两天看到新闻说，我们金管会接受跟银行工会有了一个协议啊 ，TRF 跟这个争议可以循着仲裁、商务仲裁的方式来处理，这是请你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子？鲍委员，是的，我们现在有四个方式，调处、仲裁、跟银行的和解、跟巡法院的这个诉讼，这四个方式。后面两个跟前面第一个是本来就都有的，是。那非常感谢了，因为我一直在努力，这么多的陈情人，最后大家在协商，希望说这个银行能够接受第三方仲裁，那我们金管会大力促成了。我在这个地方要感谢我们金管会还有黄副主委您的努力。其实也是委员的提示了，所以至少多了一个解决的方式。那我们后续再来继续努力。这是我很少在这个地方肯定的，但是我要对金管会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跟您的表现要给予高度的肯定。再来就是我要关切一个问题，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去年一月吧。去年一月吧。那到现在一年多了嘛？是。有哪一家第三方支付的业者开始营运了？目前是还没有，但是对不起，没有开始营运的理由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我想第一个是以往这些可能是有些店这个厂商他没有用实名制。那现在因为电子支付要求用实名制，第二就是他跟他的厂商要重新再去做一些，因为10以上的在金管会的监理之下，监理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内控内稽，还有一些对跟他所有相关的厂商重新要去换约，这些时间要花。那我们金管会银行局同仁也常常去辅导这些业者。我听到的理由不是这样。是。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因为你勇于认识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了，所以我乐于在这个地方跟您对话，就跟金管会对话。你的麦克风没有按啊？是。根据陈情是，事实上法令的执行上有一项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是使得这个业者他除了表面上的登记，他还要去另外一项的这个另外一个登记的双重登记，所以使得他的。虽然法律通过一年多了，当初要通过这法律也是急急如律令，那时候社会上面很多的发言，我觉得那些发言也有道理你看，虽然台湾的业者到现在都没有一家营业可是对岸的这个支付宝，已经
在台湾已经实施多久了？现在连夜市哦，都已经在可以在中客直接在摊商上面就用这个支付宝就直接付款了。那这些东西，我想这样事实上状况你了解了哈、哦？了解、嗯。所以我现在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台湾既然如果要让它发展这个产业，没有什么道理说台湾的产业不能上路有困难，结果人家别的国家来的，哇，说却都做得很兴盛。这个跟我上次这个地方咨询财政部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民意外资在台湾的股市是相同的。当台湾的业者，台湾的这边的门税金的门槛比较高，从外资来的门槛比较低的时候，这个利之所趋，很多人就会移到外面去嘛。前两天在这个地方咨询的时候，现在在争议中的那家啊公司，股市上市股票上市公司，他为什么会有两家的这个外资分别排到第三名跟第七名的大股东，却去检视那两家大股东他实质的内涵全部都是台湾的，也就是去外国去萨摩亚去哪里绕一圈回来就变假外资了哈，所以名义上的假外资。同样的状况在这个支付第三方支付的状况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不让台湾的业者依照台湾的法令来去这个营业有便利，反而让外国的业者来盈利是便利的，产生一个结果等于是鼓励鼓励外商啊，然后让台湾的外者这个业者无法生存、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要请你们研议一件事情、啊、是不是把人家适用的法令跟我们台湾订定的第三方支付的法令拿来做比较。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一样，因为大家的国情不同，但是产业官方学者大家一起来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果我们台湾的法令准许其他国家的第三方支付业者到台湾来能够很从容的可以营业畅行无阻，我们不太应该让台湾的业者寸步难行，不然的话很可能这个第三方支付业者到最后就全部都被外国取代了。当被外国取代之后，我们所以接下来很多的利益台湾会享受不到。第一个，公司盈利它会有盈利事业所得税；第二个，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支付业者这一些的金流哈、哦，其实是未来财政部要去与电子支付课税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平台。如果让我们台湾的第三方支付业者这个支付的平台可以发展得很顺利，将来的那一个电子支付时候，我们要课营业税，要课其他税金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要求像韩国这个国家，他用电子支付的时候还同意对于这个韩国的企业，他鼓励他用电子支付，还让他有这个营业税率上面的优惠，就比较各国法制。所以其实这个第三方支付如果让台湾的业者能够顺利能够来做得很好的话，我们台湾的税基啊不会流失啊。不然你知道吗，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光棍节啊，所以11月11号光中国的阿里巴巴他就公布说台湾至少买了1000亿以上的商品。那我不知道我们台湾这边有拿到多少营业税，我们有收到多少的税金，恐怕是数字很低很低啊。这一点我是要拜托你们，是不是找产官学大家来谈，为什么人家国家阿里巴巴他们配合的第三方支付的这个支付宝来到台湾，他就可以畅行无阻，就台湾的第三方支付却寸步难行。法律通过了一年多了，还没有任何一家可以上路。当然应该造一个国家应该是相同的标准来扶持台湾的企业，让台湾的业者能够比外国在台湾更顺利，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正办。好，鲍委员，我非常同意您的想法，我想我们也会再一步就您的指示去跟相关业者再做讨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速度要快哦，而且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如果再拖下去很严重，因为当这个市场有先机的问题了。是，当别人都把先机占满了之后，你让台湾的业者要上路，事实上它的困难度会高过原来人家就已经存在那边了。那我们没有什么道理，对于外国来的我们不管制，那对台湾的管制特别严，适当的管制、合理的管制，依照台湾的国情特别的需要，我是可以同意。但是如果是这样差距这么的大，我是觉得是不通的。再来，我今天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我也要跟你请教，这是要跟你讨教了哦。他说 P2P 啊。这个信用，
我们现在的金管会的回答是说，啊，在法令没有规范者，业者可以做 P2P 的业务，但是不能有吸收存款，不能有不当债权债务催收，不能发行有价证券跟泄露个资哦。我想这四项本来其中的不当债权催债务催收，那个不是只有 P2P 的，任何的债务债权人都不应该嘛，对不对？是。然后发行有价证券，就除非特别准许，否则当然不可以。那这个泄露个资本来就受个资法的保护，所以里面唯一有一点就是说，你只是说不能吸收存款，那个银行法也有规定啊，只有银行业者可以吸收存款，不是吗？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我来看啊齁，你们就是对于这一块，因为你们还没有摸到，还没有去碰。P2P 是在网络上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信用贷款，是。然后他说不收利息，只有收手续费。这个网络平台只有收手续费。可是你注意到信用贷款这个性质啊，基本上要能以足以征信。嗯，在网络上，对于虽然是你要他实名制，自然人之间的撮合，那个信用调查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中间里面你没有。你基本上你没有连征嘛，如果你政府不介入，他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人的信用的这个调查嘛。是，所以我认为那里面风险哦，你要考虑到风险的问题。中国那边的这种网络借贷平台最近频频爆发违约，你知道吗？了解。甚至最近这一个家报道，光是那一家就要倒500亿的人民币，500亿人民币是2500亿台币耶。是。当然以台湾的规模不可能这么大，可是我现在是要跟你说。如果这个趋势你不能免的时候，你是要考虑，要比较宏观的考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因为一般人与人之间的信贷，当然我们是不能介入的。是。因为它有取信在里面。是。如果是日常交往的朋友，突然之间跟你借一笔小钱，有的人基于人情，有人基于感情，也不好拒绝。可是 P2P 不一样啊，那是不认识的人呢。是。那你让他说不认识的人，没有信用。没有信用的征信，就在上面贷款。如果你不限额度，像你现在讲的，只要不要涉及这四项，你都不管。我是担心将来会不会步中国的后尘，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建议要研究中国的 P2P 发生了什么问题，它适用了什么法令，为什么这么多的倒账状况？你有充分的研究、充分的准备，你才知道未来台湾要怎么因应呢、啊？是啊，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我要鼓励这个东西，我是讲说没有研究在前面，没有认真了解在前面，金管会当然就没有管制的能力，将来就没有发言权。问题是出了任何的问题，将来国人社会还是要找金管会啊。了解。所以也不是说啊，这一块我划掉不干我的事，恐怕没有这么便宜。是，请做深深的思考，赶快研究。有，我们在研究。谢谢委员指示，谢谢。请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国昌委员也是本会的委员。谢谢主席哦，麻烦有请金管会副主委黄副主委，然后银行局詹局长也可以随同。委员早。副主委早。局长早。委员早。我想请教一下哦，你们上个礼拜四。下午金管会是不是召集了银行，针对 TIF 所产生的争执要怎么处理？有召开一个会议。报告委员，那个局长有主持，是不是请局长跟您报告？可以。委员是的确，我们邀集了银行、商务仲裁协会跟律师工会来开会。我说我要派人列席参加，你们说不方便的理由是什么？以往到行政部门开的会是比较没有潜力的。我们这么多年来哦，没有关系啊。那天有会议记录吗？有，那个整理之后，大概今天就可以送给委员。好啊，再麻烦你把会议记录送给我。好，是。那我只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哦，就是说，透过仲裁的方式来加以处理，按照我国目前仲裁法的规定是要双方的合议。是。那现在如果说。消费者这边，或者是说就跟银行购买商品的客户这一端，那要求仲裁，银行不同意的话怎么办？还是你们已经跟银行达成默契了，只要客户提出申请，银行这边就会同意？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我们那一天开会最主要的目的。消费者提出来，我们希望银行就接受。
那最后的会议结论是这样吗？我们用字是用宜啊，但是我想大家有共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家的共识就是只要消费者提出来，银行会接受。是。OK， 好，那这样很好。我上一次齁，延续着有关于 TIF 啊争议的处理啊，我想要进一步请教啊。上一次我询问主委的时候，主委跟我说，我上次所询问的一条龙的处理方不当销售方式，你们要进行调查。那现在请问调查的进度如何？报告委员，其实我们有遵照您的指示，我们近期之内其实已经在规划了，但时间我们不好讲，就是已经要照您的指示去做专案检查。你说现在才要做专案检查吗？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做了，但是那个检查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哦，主计处在2014年的主计报告里面，针对你们的 TIF 销售的管制，他们对不起啊，审计部啊，按照你们 TIF 的管制的审计报告里面，对你们有一些批评跟指教，你们有看到吗？报委员有，我们一直都有在照委员的指示去改进。是。那我的意思是，你们之前哈，先不要讲这一波你们新的要检查，在你们之前检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当中，有没有发现有一条龙销售情况？这个部分检察局局长呢？可以啊，来请检察局的一并来嘿。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我们过去在检查中间呢，其实也是有发现，就是说，这个银行在跟客户在进行 TIF 交易的时候呢，有一些在财报的部分，在编制的部分是确实有一些疏失。好，你们发现了，到目前为止采取了什么作为？这个部分我们把相关的那个检查意见的这个缺失啊，我们邀请银行要做改善。那另外也请你们只有邀请银行要做改善哦。我再具体的问得更具体一点哦，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我们在从102年开始做专案检查之后，陆陆续续都有发现嘛，都有发现。那你们除了请银行做改善以外，还做了什么事？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报告呢送给银行局来做核处。哎，那银行局请问做了什么核处？这一部分哦，两个部分呢、啊，一个在个案面，我们就是采取罚款哈，从200万到400万纠正，然后要没有啊，我先停一下，你们之前对于各个银行销售 TIF 业务缺失采取的情形，你们所做的行政处分书，每一份行政处分书我都拜读了。你们在那个行政处分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有关于财报编造不实的问题啊，半个字都没有提啊。那是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做这个行政处分财罚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但是你们在做行政处分的时候没有把它列入处分的范围，是这样吗？跟我们报告，我们在做财处的时候最主要还是在 KYC 跟KYD 的部分哦，对嘛？那我现在进一步的问你嘛，编造不实的财务报告比较严重，还是 KYC、KYP 比较严重？不实财报这一部分哦，我们根据委员的提示，我们现在也跟会同没有啊，你不需要跟照依照我的提示啊，我的提示没那么重要啊。你们同样在军管会检察局的人已经把资料送给银行局嘛？那我现在具体的问是说，银行局知道这件事情采取了什么作为吗？你告诉我说你们有做裁处啊，我现在告诉你说，我看了你们行政处分裁处的内容，完全没有提到财报不实的部分嘛，所以你们是在放水吗？如果没有放水的话，请你现在具体告诉我你们采取了什么具体的作为。跟我们报告这一部分也是属于 KYC 的一部分，这第一个跟我们报告第二个我先停一下是 KYC 没有做好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我上一次没有为难你们呐、啊，我请你们现在在那个调处中心的总经理，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在教法律的，问他会比较清楚啊。但是从你们角度上面来讲 ，KYC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最多涉及到的就是民法上面的效力嘛，到底那个契约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
有瑕疵而主张得撤销，或者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什么另外的权益吗？那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是说，编造不实的财报难道只有民法上的问题吗？各位报，如果确实有编造不实的财报，我想不只是民事上的责任啦。那我就具体的问你们嘛，从检察区那边移到银行局里面，你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没有掌握财报编造不实？有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并没有特定的这一部分，目前才请检察局，我们会同检察局要去处理这一部分。所以之前都没有处理这一块，现在才要处理，对不对？应该是。那之前检察局所移给你们相关的资料都没有相关的内容，这一部分没有比较少琢磨了啊。来哦，您好。副党是本次 OBU 的财报，请过目。我不介入个案，我在乎的是金管会有没有做到该做到的事情。面对银行的违规的时候，金管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银行做这种事情，还是真的有负起责任？那我现在很清楚的跟你讲，有某一家银行寄给他的客户说：“你好，这是我们 OBU 的财报。”银行会帮 OB， 银行会帮客户做 OBU 的财报吗？客户实际上面所有销售的数字，银行怎么会知道？这个是 A 银行针对某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是 B 银行针对同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期间都在2014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结果最后。同一家公司哦，在两家不同银行所出现的资产负债表数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很远看不到啊。如果局长要看清楚一点，可以来这边看，没有关系。这是损益表，同样一个期间，同一家公司出现在两家不同的银行所出现的财报数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这两家银行帮他编的财报数字是不一样的，同一家公司不可能有两份销售记录嘛。那当然，竟然出现在两家不同的银行，然后数字还都不起来。那有些银行做的比较好一点，这个是 C 银行，这个是 D 银行，一样，同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一次做的比较好。两家银行可能有一些沟通，下面的数字最后总和的是一样，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这个是损益表，一样是同一家公司，出现在两家不同的银行，数字也不一样。当我收到这些资料，我逐笔的去比对这一家公司不同的银行之间所做出来的财报，我马上就检查出来了。你们从以前开始执行检查，到现在，等到我上次跟你们讲以后，你们才发现这种事实。老实讲，我不相信啊。金管会里面人才济济，那你们告诉我说，你们现在开始执行检查要调查嘛？那我请你们尽快的完成调查，然后把调查报告给我，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可以纵容银行做这种事情，副主委可以承诺吗？可以。OK， 谢谢委员。赖世葆委员是本会非常资深的财政委员。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施主席长，好吗？赖委员好。赖主席长你好，根据你们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1.47% 嘛？是。那最近台湾经济研究院呢，提出来说，今年大概最多勉强保一了，1%了。
跟你们相差将近50%，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做一点 comment？ 你有这么悲观吗？就是未来的情况，还是说差不多就这样子？就是说这段期间，当然就是国内外预测机构哈，大概都在1.42到1.7之间呢、啊。那刚才您讲的那台经院，当然现在还没有发布了啊。那我们是5月底的时候会根据第一季的初步统计结果以及最新的状况更新预测结果。你现在我们看到是出口连14黑嘛？是。啊，有人认为最少16黑嘛？你觉得对未来，虽然说你到现在你要正式的统计结果是到5月才公布了哈，但是我想你最少是主计长嘛，你看资料看了很多嘛，就你整体的感觉，凭你的专业判断，我们今年或者是还会再往下修吗？我们的 GDP 会再往下修吗？是这样，就是说陈如委员讲的，当出口啊。第一季这样看起来，这样实际的结果是比预期的差了啊。那因为我们当初2月预测的时候，那出口我们是预测负的，成长9%多。那现在实际上大概负的2位数了啊。那所以出口确实是比较不好。那出口占 GDP 60%，所以当然会有影响。那但是呢，其他像民间消费当然有好有坏啦等等，所以还是要等。4月底我们会第一季的这个概估统计会出来。第二季的出口情况呢？你预估呢？第二季的出口情况？第二季当然我们原先预测是会略好了啊。那当然就说还是要看整个外销订单的状况啊，还有国际的情况等等。我们会再更新有关的预测结果，在5月底。所以你也不敢有信心了啊？你不敢有信心说？你的1.47应该保得住。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没办法保证。但1.47，你们提供的预估数字啊，你要说没有保得住，你预估的啊，那是根据2月那个时候啊，等于国内外经济情势所做的预测。好，你请回吧。我们请下央行的副总裁好吗？来，请教副总裁哈，这个前阵子有个新闻啊，说这个我们的银行被伪钞啊骗了几千万啊，这个还是大银行啊，就是金控啊等等，伪钞1年大概多少啊？你有没有数字？这个是要看是这个是外币。这个不是本币，这个是美元，不一样的意思啊。美元这都是突发性的了哈，所以这个我们也没有就是说很正式的去。不是，我请问你，每一年大概市面上有流通的伪钞大概多少？你是说台币？台币很少，大概多少？100万张就只有几张而已。100万张只有几张？那我们一年 circulation 一年发多少钱？一年的货币发行量多少钱呢？我们一年的货币或者在社会1兆8千多万。对啊，那你100万张几张？那就是百万，只有你算一算也是有一些哈。我跟你讲了，很低。我这里有伪钞了。是。这里有一张伪钞，这是人家跟我捡取的。是。这个菜市场里面买的。他就是收到这个钱，一个妈妈收到这张钱，然后呢？就拿去，他就换嘛，就1000块找了500块，有500块呢就拿去银行存起来，银行说这个伪钞，都一直留啊，所以跟我一个实际情况很大不一样嘞。我这里2张啊，一张真的，一张假的嘞。来来来，我给你看一下好吗？你要不要鉴定一下？哪一张真的，哪一张假的？你看喽。这是我们。你看清楚啊，这2张都是真的吗？还是2张都是假的？还是1张真的，1张假的？我请马上考试哦，你专家来给我回答，给我回答，跟新旧没有关系哦，还是2张都真的？赖文开笑，这铁人丁今天来讲假的，这答案是2张都真的，还是1真1假？啊，哪一张是真，哪一张是假？还是2张都假的？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来，给我，印制厂的总经理。好，印制厂，对，那你应该每天在摸的。是真的，啊，真的。
两张都真的、哦、是的。啊，你高估了我啊！我没有这个聪明啊，副总裁，这一张真的，这张假的啦。这一张人家给我投诉的啦，右手这张是假的。是，可见连你都可以骗糊弄过去了，什么人不能糊弄？他是菜市场，哎，这小老百姓。每个礼拜菜钱说不定几千块而已，就被坑了500块。以目前报告赖委员，以目前我们的市面上的这个这个伪造的工厂呢，它的技术不是那么的精致。听不懂啦，我只是我要问你，你不要给我扯远了。连我们制币厂总经理都分不出真假，这一张是我口袋拿出来，是绝对真的。哎、欸。我说不定假的不知道啦，但最少是我的钱，这张是人家来跟我告状的钱，人家来跟我陈情的，这张右手是陈情的，左手是我口袋里面拿出来，刚好我有一张500，两张都是500，铁而立邦立功，两张都真的，啊，总经理啊，不合格哦，这张假的，报告委员，跟我投诉那个，我不要说这个年纪大了怎么样了、啊、哦，一边讲还掉眼泪嘞，他说我是辛苦钱，怎么500块就没有了，因为他去存进去被退了、啊。500块而已啊，没有被处理什么的。那张钞票是真的，但是有经过啊，有一些脏污啦，所以说这个绝对是真的。确定了，你给我盖章哦。绝对是真的。哦，这代志大条哦，这代志大条啊，那打枪哦。这个是陈清仁跟我说，他拿去嘎进去他的来往的银行被退了，说这个是伪钞，他就一边回去就一边哭，然后。透过人来找我的，把送到办公室，这个是我自己的500了哈，哎，所以绝对真的啊！你这么西岸也吹杯哦，哎，请问，来，金管会的长官，金管长官，银行局的局长来吧，金管跟副主委一起来吧，来，副主委一起来。来，两位长官请。请问啊，我现在换你不知道讲我来讲哪一张了啊？这一张假的，这一张真的，这是银行说的，银行是你们管的，结果我们央行的总长官说，通通是真的。请问老板现在听谁的？洪主委，老板是听你们的吗？还是听央行的？他那个是不是真正他有一个化一个检验的一个机制，应该有专业。他就在银行里面检验就不过嘛，就是这样子啊，那两年就一票不过。啊，我们的总经理制币厂的总经理说这是真的，我的足奇怪。我能不能够请我们当事人去找总经理看嘛？啊，为了500块，不止500块哦。报告委员啊、这个我们很欢迎啊，那个当事人来找我。好，所以我要回到那个副总裁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你说很少哦、啊，很少问题，老百姓不是很少，对他来说100%、非常少。我一天菜钱给我1000块，500块是假的，你不要乱欺负。我1000块给人家是真的，结果找回来500块、600块、700块、500块是假的，你不然不呢？以我们的钞券的那个防伪的机制来看的话、现在是以目前来讲都是相当现代的。你们应该告诉小赖培训，我刚刚讲这是在菜市场里面被换到的，那搞不清楚，大家用现金嘛，就这样子来的哈。你要不要告诉老百姓怎么办、啊？我们呢都有在做宣导。我们有在做宣导。那当然了，如果说他你这回答，老实讲，你这回答我是不满意的，没有人会满意的哈。另外那个一样跟副主委有关系，还有副总裁有关系哈、哦。我们好不容易我们的立法院通过了5大金融法案，有 OSU、OIU 有没有？对吧，副主委你知道吗？目前只给你们做外币嘛，是不是？你们心里会不会想说，可不可以给我做台币？我们的了解是央行反对嘛，对不对？不，我先请问副主委，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想希望 OSU、OIU 都可以做的台币，是不是？报委员其实是 OSU 希望能够，当然业者期待业务范围多一点，对嘛？就是能够做台币嘛。台币部分可能还是要尊重。我这个信息还是请教我们曾主委啊，曾主委告诉我的，他说这个是这样子啊，业者殷殷期盼，你们也希望金管会的工。
也许你没有当主委，讲话比较小声一点啦、啊，这个。对，你们那种希望是做台币嘛，对不对？来，副总裁讲一下吧，为什么到现在不能放？报告、让他们为德不足。报告赖委员，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支持他们来做，但是呢，他必须要他的整个的人才、他的风控、他的业务量，他必须要 build up 起来。如果说他这个连基本的都还没有，还是在一个基本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很突然的说都开放的话，我觉得啊、这个，所以你们的意思不是反对，是说有条件的支持。哎、那当然，业务量到多少？这样的回答，黄副主委满意吗？这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啊，对吧？啊，那好了，郑主委回答了，可以的了。他替你回答的，你不用回答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蛋跟鸡，你一放了就有鸡，有鸡一放就有蛋啦、啊，这个东西，对不对？没人顶掉的啦。那个央行副总裁回去跟彭总裁讲一下吧，研究一下吧，是不是 ？OSU 放吧，既然要放了，既然给我们过，我们都过了嘛，你们没有意见嘛？那这个时候就台币给考虑某种情况给他放吧，你就放吧，可以吗？副总裁，把这意见带回去跟总裁讲一下。我们会视他的情况哈，是是。下一位，下位麻烦卢秀燕卢委员。主席，请财政部的代表阮署长，还有请金管会的副主委黄副主委上台。两位首长，委员长，今天下一任的财政部长许余哲早上来拜访我哈，他是现任的财政部次长，可是520之后呢，他是新任的财政部长。那他在上个礼拜人事发布以后呢，那因为我现在是招委，所以他迅速的都在行村哈，就开始在拜会所有的委员哈。那么也因此，因为这两位首长啊，都是你们自己的系统出身的哈，啊，不算是新人啊，不算新人哈。那所以对原来的业务很了解。那么也因此，有些东西他其实就已经就近就可以再处理。所以他不只是拜访，啊，开始拜访委员，开始行使他们现在的职责。同时呢，我想他们有些业务也已经会开始进行了哈，所以我要请教阮署长有关于亚投行的问题，因为啊，这个大陆的央行的这个总裁啊，金立群表示说，台湾如果要加入亚投行的话，必须要透过中国财政部来申请。可是我们现任的台湾的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张部长表示说，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要透过你中国大陆财政部申请的话，那就表示我中华民国没有主权，所以就拉倒了。他说，因为这样的话就影响到台湾的尊严跟平等。所以我请教阮署长，我们加入亚投行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破局，已经拉倒了？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呢，我们在上次有发布新闻稿。那当然目前是进行是不太顺利，因为对方他一定要坚持我们用由他们财政部的代委申请，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是本着立法院的决议的原则，就是平等尊严的原则，我们会继续的争取，我们并没有放弃，并没有放弃，但是形同破局。如果是要一定要透过对方的财政部申请的话，那就拉倒，那就我们就不干，是不是？我想这个是政治的问题了，这需要两岸的协商。那你们新的财政部长怎么说呢？还没有听到他讲什么。那对于新的财政部长，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拜访委员了哈。那因为你们是老同事，他也是你现在的长官，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是新的部长吗？对。新的部长很好啊，优秀啊。很优秀，对业务很了解。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在财政部工作超过应该是30几年了。那我也跟他共事很多年，我觉得他对业务的娴熟度是非常好的。
那你认为哈，因为你跟他共事已久，你认为他是章规许随，就是张部长的政策，他会来配合追随，还是他是临规许随，他是追随这个林院长的？他未来在很多政策上是怎么处理？我恐怕不太适合帮他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可能要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现在有没有开始跟你们调资料在看东西了？譬如说有关于长照的，到底要从遗赠税出来，还是要加营业税等等？是，已经有了。已经有开始调资料。这部分其实我在部业汇报当中我也做一个报告。已经所以他不只是拜访委员，他也已经开始就你们部内的业务已经在了解了。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黄副主委哈，有一点点尴尬，因为你是现在的金管会的副主委，那现在的这个丁克华丁新主委啊，他是你们的周边单位，也是你们督导的范围了哈。那现在过去你们督导的同仁变成一要变成你的长官，你有什么看法？我们一向以前就算他在周边单位当董事长，我们都非常尊重他，因为他在业界贡献非常多。是，那你觉得他会适任吗？一般有的认为说他因为本来就快退休了，63岁，那现在担任这个业务的话，可能会将来金管业务会趋于保守。其实我是事务官，其实我从伦理上我不太适合对我未来长官去做评论，不过我用我们曾前主委的意见是说非常合适，非常专业，非常合适。这是曾前主委，我看报章上这样讲。因为曾主委是以开放著名啦，那可是你刚才并没有你没有评论也没有否决我的话，因为我们认识他很多，很多人担心说将来金管业务会趋于保守，不像曾主委这么开放。你没有否认。我是常任事务官，我不太适合。不过我相信到一个位置上，他应该会做一些配合这个整个的位置啊，去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我觉得丁董事长在吉保的时候做了很多开放的措施，我不认为他是保守的。好，那你看那个同样一天发布，那个许部长就已经来拜访了，丁主委还没来，表示他是比较保守的，是不是？我不能替他回答。好，不要为难你了哈。是。那接下来哈，你们两位继续留着哈，我要请教那个，请那个刑事局的警政署副署长一块上来。我要为什么要你们三位请教哈？台湾啊，现在有人就很尴尬，说我们是诈骗王国。那有些刚才有这段时间很多委员在追这个 TIF， 说其实啊，是变相诈骗，银行政府容许银行在诈骗啊，做 DRF。另外呢，有很多民众啊，他接到诈骗电话说，没有接过诈骗电话的不算台湾人。我请教在座各位，你接过一次诈骗电话，我知道大家不会上当哈，但是你接过一次诈骗电话的，请举手。几乎都一半以上都接过哈。都接过这个诈骗电话，那现在啊，听说这种诈骗电话啊，听说现在诈骗行为啊又翻了一番。过去诈骗行为是还有办假的检察官啊，办假的这个什么金管会的这个职员啊哈，或者办政府的这个财政人员等等之类，叫被害人去转账，所以他很可能要自己去领钱，然后交给歹徒。可是你们刑事局最近证实啊，那另外啊，一营有个案子啊，刚才我问过阮署长，说是还是真的，说现在啊，诈骗进化到你甚至不要被害人出面，他这个叫做哈，因为政经现实批有披露一个案子，他说是第一银行，我们公股行库哦，人在家中做存款就不见，他说啊，第一银行公股行库啊有个案子。这个案子是啊，有一个申太太，她银行有700万，歹徒竟然知道，所以透过政府的体系知道有700万。然后呢，这个申太太有人用她的假身份证、假的资料，再去别的银行开户，然后办网络的这个转账。然后呢，歹徒出面把她的700万全部转走。就申太太在家里面做，她连出面去跟假检察官、假官员、假书记官碰面都没有，她就在银行就在家里做，存款就不见。
那刚才我先请教一下阮署长，我刚才请你先上来，我本来是觉得这太离奇了，光谷行库真的有这个事啊，阮署长？那个跟委员报告哈。你是阮署，你不是阮署长了，我先请说后面阮署长，对不对？那个林副署长，稍微等，稍微等一下，后面的阮署长。跟委员报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哈。这案例，我想最这个案子会发生，最主要是因为基层的分行没有做好内控的工作，因为事实上相关的规定都非常的明确。这太离谱了，这不是内控的问题、啊。有人拿假身份的真资料，然后去帮你开户，竟然也行得通，而且是在我们政府的银行。那林副署长，你是刑事专家，你们警政署最近证实啊，台湾变成诈骗资金的转运站。这跟委员报告哈，这类案子事实上在几年前就有一些个案发生了。他最主要是那个诈骗集团，他很厉害，他是先调查了那个被害的对象。他掌握到对那个被害对象在国际贸易里面，他有很大笔的这个金额汇进汇出，当利用在国际贸易汇进汇出的时候，他锁定了这家汇进汇出的银行，然后他就打个电话到银行那个里面去，说跟银行讲说，我这个账号我现在要改成哪一个账号了？哦，我这个贸易的账号我要改成另外一个账号。所以这笔那个歹徒打去银行，哎，竟然可以冒充，也可以行得通。对，然后那个银行有时候就会中了计，就把这笔那个贸易啊，这个大笔的款项，就依照他的指挥转到另外。好，谢谢，因为我时间有限哈。你看看我们两位啊，署长、副署长证实，现在台湾的诈骗手法翻新，你甚至连被害人啊都不用出面，以前还叫被害人给谁小。塞钱，结果现在你都不用哦，你坐在家里面，不管你讲的公司啊，有人冒用他们公司打电话去转账，或者像这个申太太是个人，有人假借你哈，伪造这些你的这个身份证银本，或者是你的各种资料个资去开你的户，然后就好像赖一样，有人假冒你去弄赖，那现在不管公司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情形非常严重，再加上我们刚才举手那么多人啊，我觉得行政院不管新政府旧政府要赶快把它提升到院务级啊，召开跨部会怎么样防止诈骗的会议，紧急会议，各部会要连线起来啊，包括我为什么请金管会还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们怎么监理银行的，监理到银行这种有公司的个人的钱都会被骗光光，这太离谱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紧急处理这个情形，台湾就沦为诈骗王国啊，那这实在可耻啊。我们生物发展没成功，我们诈骗发展倒是非常国际知名啊，这非常的糟糕跟离谱。所以林副署长，你认不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提升到院务级，当做一个国安危机啊？我赞同委员的看法，因为事实上我们打击诈骗，我过去在刑事局有很长的时间，大概98年，一直到103年才调任现在这个职务。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打击诈骗。他事实上打那个诈骗，他们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的手法不断在翻新，而且他们是在跨境在犯罪有组织的犯罪。这类型的犯罪啊，如果是政府没办法集合我们各部会的力量，来有效对付的话，包括我们的判刑，包括我们各方面的这些后续的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委员的建议意见，我想这很有见地的，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应该赞成的。其实啊，我是民意代表，因为民众钱被诈骗哈，那种的痛苦啊，不下于刑事上的伤害，因为他一辈子工作非常的辛苦啊，等于说是卖命在工作。累积的钱那么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被骗走，那如果这个钱轻易被骗走，或者甚至不是被骗就被这样转走了，那他一辈子得在帮人家当奴隶啊，因为一用身体用他的时间用他的劳力卖命工作几十年，结果钱轻易被拿走，那就好像在奴役他一样啊。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有锥心之痛，非常的痛愤，非常的气愤难耐，很多检察官不了解，都很多法官不了解，就给他轻判钱是身外之物。不是啊，这些被诈骗的民众他是工作了一辈子，那等于今天在被这些诈骗集团在奴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当务之急要去处理啊。所以我坚持透过今天的这个现身说法，让我们知道说问题有多严重，我们还能坐视这个，我们还在炒政治吗？民众的血汗钱如果我们不赶快的政府有效的去处理的话，那这才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啊。谢谢。是的，谢谢委员。好，下位请费鸿泰会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我们列席的官员、各位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这个金管会的黄副主委。委员长，副委员长哈，我记得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的周末看到报纸说啊，你可能会出任金管会的政务副主委，是不是？有没有被征询过？没有啊，没有，那是报派，我没有被征询。没有，那如果最近有那个丁克华找你，你会不会接受呢？嗯，报告委员，我这个假设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因为我可能可不可以还不能够回答，谢谢。好，因为问你关心你的是曾经啊，在就是这一任的哈，有人征询你去做政务副主委，你没有接受嘛，对不对哈？是不是？是。我们来看看好了哈。不管政务副主委或常务副主委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了哈。我想请教一下哈，我曾经在这里很关心啊，这个金融3.0的事。是。我们先谈。金融3.0，你的认为会未来会对金融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整个金融的这个经营的模式会做大幅度的调整，那实体的通路会渐渐的重要性会降低，那虚拟的通路会渐渐增加，那金融的人的这个素质跟训练要重新做调整。重新做调整，你觉得现在台湾的大学？研究所里面有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吗？有，但是没有很有系统，所以前一段时间行政院蔡政委有希望有一些模组式的课程能够在大学 推动。我至少问了两个学校，基本上是真的很乱，是，基本上是没有整体的规划的，是，甚至有的学校连有都还没有。是，那对日后这个就业市场势必很难适应嘛？是，还有对现在的。已经从业的这个金融人员会有什么影响呢？我现在假设哈，你会当政务副主委啊，所以对政务的事情你必须得先有一个轮廓嘛，对吧？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那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职场的金融从业人员，他们会怎么样？我觉得重点就是要能力建构，要现有的，所以这个曾委员那时候也提过，我们要请金融机构多拨一些训练的基金。现在有拨吗？我们已经上礼拜已经开过一个会，初步银行都有这个共识啊。只有共识，我是觉得我们太保守也太慢了。是，这个按照这个其他国家的资料啊，它大概每年呢啊，大概从。他每年大概会有2%的业务，他说不是，像国外他们做研究，就像花旗他们几个银行在做，大概每年会分行数啊会2%的减少，是，每年减少2%的分行，那一个分行减少，那势必就是他的从业人员至少大概2%要做调整了，是，而且大家估计到。2020年左右，大概全球比较先进的国家，大概有三成的分行是会被裁减掉。那有至少有2-3成的从业人员，临柜的人，他就工作必须得去做调整了，是或者是
或者是要离职。那你们现在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为丁克华他对银行的这方面的业务也不是很熟。那你至少当过这个副主委啊，你四个局的业务多少都有，这个都有接触嘛哈。当然我看报纸登什么，我们詹局长好像要去当副主委嘛，是吧哈？他当然可以弥补这一块。那我想请教你一下。鲍委员，其实在去年年底，也是我们曾前主委在任的时候，已经要求银行在去年年底要提一个整体的因应3.0的一个整个人才转型的计划，都已经报到金管会，我们也都核定了，所以他们会根据那个计划去重新训练人才。我对曾主委啊是非常的肯定，因为他说到就做到，速度很快了哈。但是我真的感觉，从其实这个问题我一年前就在问了，是如果还在核定的这个地步，我就觉得真的有一点慢。我们会照我的意思，而且你们也要跟我们台湾的大学里面啊，要跟商学院或者是其实不见得只有商学院，或学资讯的科系啊，要取得一些共识啊，如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啊？有，任何的事情要做得好，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样子？是，我来请教一下啊，对乡民贷你们现在的规划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对于 P2P 的部分，我们有专案在研究，但可能一两个月内会出来。但是对于现有已经在这个已经在市场上的这些，我们有发一些新闻稿，揭示了一些红线，哪些法规不可以去违反的。那你们热的定位是把它当成一个平台呢，还是它就是金融机构？目前来讲，它因为不属于银行法规范，是不当金融机构。但是我们提醒消费者跟这些平台往来的时候，要注意它有些法律的问题。那这个平台可不可能是银行？它也出来做这个业务？银行目前来讲是目前还没有。哎，你们规划呢？规划银行可不可以经营这个业务？报告委员，这个规划还在规划中，可能要等新的主委来的时候做才是。所以内容部分我目前还不能。民间县里有人在私下在做了，而且速度我感觉。这个成长得很快哦，是，你们还在规划？已经要快规划完了，银行局已经在。你可以把那个大概规划的方向，我们是不是也请詹局长？詹局长来说明一下好了，好吧？鲍委员，两部分跟委员报告哦，就是我们。规划的部分是想立专法或修法，把架构制度跟相关的界定跟处罚机制都建立起来。那目前现在的这些平台业者，我们会密切观察，看有没有可能违反相关的法令。如果有违反相关，那可能违反什么样的法令？几大块，第一个是是不是涉及到吸金啦，第二个多层次传销。不实广告，再来的话有没有违反个资法或者是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它对外发行这一个债权的这一个证券化商品。如果这些事情不幸的都发生了怎么办呢？我们呢，如果发现说有类似有这个嫌疑的话，即便在法律没有通过之前，我们会依现行相关的法律机制来处理。你怎么处理呢？你根本没有法去管他啊。如果 就好像我们刚刚被遣送回来，马来西亚遣送那20个人，你根本没有资料，也没有法去，跟我报告。如果违反到银行法、公平交易法或者个资法或者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涉及刑责部分我们会移送，涉及行政的部分我们会裁处。真的，我倒是建议啊，这个主席啊，是不是早一天啊，我们办公听会，让集结大家的一些看法，因为这个现在在台湾已经是进行式哦，是，而且他们还某种程度就是扮演那种这个地下金融的角色哦，对不对？你们可能想说不准暴力讨债，我跟你讲啊，那些人不现在如果扮演金融的角色，不去暴力讨债才怪了。好吧，那个主席，请他们两位请。我想请一下教育部的次长，好吧？教育部林次长，谢谢。
哎，市长，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业务哈、啊？是这个台北四大运啊，是在400多天就要上场了哈。哎，是的。你们在资金或者行政协助目前的进度怎么样？跟会员报告一下，有关四大运的部分呢，教育部是配合主办的城市是台北市，那么一起来共同的办理，所以在有关经费的部分的话，主要是由台北市来筹措，那教育部在经费上面给予在体育上面的一些协助跟帮忙。你们协助他们多少钱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个相关的部分，因为我们包含体育署应该没有，体育署没有来嘛，对。应该体育署还有一笔不算小的钱给他们了。对，是体育署有一笔。那这样子啊，我想也不是你不是台北市的哈官员，我要请教一下。是。你看现在很多的工程，包括游泳池都不符合标准，现在还没有开始提出规划哈。是。还去新建，他们会不会开天窗啊？跟会员报告一下，但那个四大运是在2017的9月份办理，所以目前时间虽然有点紧迫了，但是我想包含的教育部跟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部分也都会加紧。我觉得你们透过体育署啊，对，善意的去告诉他们一下。是。第二件事哈，我想请教一下，开幕式哈，有人我们台北市议员就去问这个柯文哲市长说，万一下雨怎么办？听说他回答的方式，万一下雨就不办了。你万一下雨，你有没有替他想有些什么样的备案呢？跟会员报告，我的了解了哈，他是准备用松江的那个田径场来办理这个开幕式哈。当然，如果说是没有下雨或者是那个小雨的话，基本上是照常举行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当然希望不要下雨。我是觉得啊，虽然是台北市主办，是，但是也是台湾第一次办那么大规模、那么高规格的一个全球的体育竞赛。是，我们实在不想看到台北市啊，因为准备不及被大家所指责。我是建议啊，你们的体育署适度的去给他们一些好的建议，该协助他们也要去协助他们，好吗？好的，我们请那个我们体育署会这样监督。是，好，谢谢会员指教，谢谢。我先预告一下哈，我们在余婉如委员质询之后要休息，让大家洗个手哈。接下来请徐国勇委员质询，徐委员也是本会的另外一位召委哈。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金管会副主委者。委员长，副主委，今天听到说金管会要来报告，马上 TRF 的人又来找我了，受害者的协会。是。其中啊，提到有一些他们是真的在从事国际贸易，有进出口，那他们的确也需要避险这一部分的，可是现在他们愿赌服输，也愿意说啊，因为他们是知道的嘛，他不像一般有的被骗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要有外汇需求的。好，那他们也愿赌服输，但是我们现在的银行似乎不给机会。今天下午来的好几家就讲，现在银行要跟他们查封，要强制执行。这个处理的方式，跟其他不是在操作外汇的这一些，其实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记得上次提到说，希望你们去协调银行，要给这些企业能够继续生存，因为他们的确是赚钱的嘛，他们的确可以还的嘛，只不过在操作外汇赔了一些钱，他们愿意好好的来付出这一些。啊，你们到底有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措施呢？有关争议的部分，我们是提供了调处跟仲裁的方式，都现在都可以去做。但是委员可能垂询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断了他的一些商机，比方说让他现在业务做不下去。他搬搬也抽银根呢，然后呢，有一些贷款，他就从他的要借的款项给他抽掉，或者就把他要借的整个的额度就给他缩减了。所以这一部分你们是应该协调一下，查一下说，哎，您在本行谈的时阵怎么良心？然后现在呢，赔钱了，继续没良心。
这样子对吗？我们的中小企业会这样子而倒闭。我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委员是不是如果你有个案，因为我们下午就三件，就三家要来了。我们会来积极来协调处理。好，那这个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去帮助这些企业。了解了解。TRF 应该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自然人，但是因为骗他们去说这个投资比较好，所以去帮他成立公司变成法人，然后法人去买 TRF 的那一种受骗的，跟这个的处理方式不一样。那个可能要一次解决，而这个是应该要分批分次的。请委员把个案交给我们。我们对，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似乎没有看到成效。是是，这要努力做了。了解，谢谢委员。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中小企业 的生存呐、啊。了解，好不好？好，这第一个，我希望说借了这个决算的时候，能够再提醒你们。第二个，金管会这么多年来，你们办了一些内线交易，我要请教你。在内线交易要去搜索，一定也会找你们金管会的相关人员去帮忙嘛，或者是你们金管会人员搜索完或怎么样会知道这些讯息？我要请问，你们有没有搜索内线交易的时候是在股市盘中进行的时候去搜索过？有没有这个先例？报委员，我们同仁应该不会，我们没有那个搜索。我知道，我是说检察官的搜索，你们金管会是主管的嘛，所以内线交易是你们跟检察官在配合的嘛。在你们金管会的所有的了解里面，有没有过在盘中交易的时候去搜索过？因为每一次搜索，包括高检署前两天都还在讲，上个礼拜都还在讲。为了怕影响股市交易，所以他们的搜索包括号顶啊等等，一定是在一点半收盘以后才去搜索。所以我要问你，以前有没有盘中搜索的案例？这个我请吴局长报告一下。以往也有，那也是发生过像委员刚刚讲的一些问题。以往也有是哪一件？所以我们有跟他协调过，但是这一部分来讲，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尊重检调单位的一个想法。当然尊重他。但是检调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认知的时候，难道这检调在程序上不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或者舆论的监督吗？我要问的是这个，哪一件嘛？哪一件先例？是英业达还是哪一件？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但是以前有发生过。那所以大部分好，如果情况不紧急或怎么样，因为我现在不晓得情况不紧急或怎么样。浩廷案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难道情况紧急，突然间就紧急？那突然间就不紧急？我想他有他的考量了，袁总尊重，但是我们有跟他沟通过，尽量不要在盘中，尽量不要在盘中。你有告诉过他们？有，在相关会议里面都有互相大家有沟通过。所以，请你整理你们内线交易在办的案子里面，金管会一定有这些资料，什么时候晨中盘中？盘中去搜索过，把资料总共搜索过多少次有关内线交易的，哪一件是在盘中搜索的？因为这影响你们股市的交易，你们一定会注意到嘛。把这个资料是不是能够立即整理给我？明天可不可以给？因为这是很简单的资料，不要给我什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明天就 给我们几天时间好不好？我们尽快几天，明天给好不好？我这礼拜五以前给您好不好？可以吗？礼拜五太慢了啦，但是要去还是要搜索，明天因为好了，那礼拜三好了，好不好 okay, 再多一天。好，这个好，谢谢哈。那我再请教，我们这个诈骗，现在台湾变成全世界都知道输出诈骗，绕口，真的是肉气。诈骗一定用人头户，我们的银行对于人头户的筛选、人头户的这一些所谓的警示等等，到底做到什么？不然怎么那么容易，他就可以用一些啊？当然有一些是中国的人头户用银联卡就领款了。那包括这些人头户，我们有没有什么防治的机制？其实报委员，我们对防治洗钱，尤其是 KYC 双证件开户，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视。我知道 KYC 你们都会看嘛，双证件，但是似乎还是产生了很多，就是人头户嘛。如果他没有人头户，他骗了钱，那个钱是锁在户头里面的，你拿不出来啊。对，他们都是用提款卡一次又一次的刷。报委员，其实这一部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跟银行？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我们是有一些机制，警示账户都有，这些都有这些机制。Know your customer， 我跟你讲吼，现在问题是银行如果为了抢业绩，为了什么，有没有可能开户就进账？应该不会，现在还要有时候还要照相的，有的还要双证件，还问你开户的地点跟你的住的地缘关系有没有，是很审慎的。这一部分啊，
是不是再加强一下？了解。我想这个虽然这是法务部、内政部等等的责任，但是你们如果从旁协助，是可以给他们很大的帮助。是。所以借着今天刚好你们的决算，提醒你们，你们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了解，谢谢，好不好？谢谢委员。好，那我们请回好不好？好，主席，我们是不是请警政署好吧？林副署长，谢谢。啊，局长，好了，副署长，啊，刑事警察局局长，我来我。喂，好。署长，啊，副署长，大家老朋友了哈。所以我要请教说，其实你们应该在这一些马来西亚这二十个人要回来之前，其实你们就应该知道证据没有回来。这个证据没有回来，站在你们警察的立场，你们就应该知道这邓海绝对棒人的啦。你们对这一部分，虽然我相信检察官也知道，可是对这一部分，你们警政署还有法务部似乎没有对国人提出这一方面的一个警示，然后呢，导致期望跟真正处理的落差这么大，会让这一部分俩人你们是比检察官还要更加的专业。检察官只会就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什么构成要件该当性啊、违法性啊、有责性啊，在那边看看半天也没证据，证据是要你们去收集来帮忙他的。明明没有证据，你们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出警告，没有提出警示？我要问的是这个啦。啊，你们法官回答，你看看定的好哩。报告员，因为我从刑事局调到警政署以后，我就不再管那个刑事业务，由刑事局来加入。加入，来来来，黄加入来，这也是老朋友了。你回答我，为什么没有提出一下警示？其实有了，我们在开会都有提到。我们在不是，我一说你们要向全民公布，然后要向中国呼吁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官方做出这个动作，结果二十个人回来又知道放人。啊，你的不敬己，饥饿棒人啊，不变嘛。这个显然不是我们台湾的错，是中国的错嘛。他不把证据送给我们嘛。可是没有提早把这个讯息出去，没有提早跟中国讲说资料在你们那边，整个的证据在你们，你们要同时给我们。欸，你没有看到你们做出这个声明啊，结果我们台湾就陷入被中国陷害啦，啊，我们被 set up， 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你们应该跟检察官要发表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正式的新闻稿出去啊。我们当天在机场我就出来讲话了。啊，在机场你拜托欸，回来之前就要做，人家都已经 回到机场了你才讲。其实我们那个你们已经你慢三拍呢，不是慢一拍呢。我们那二十个啊，其实我们当时候不希望说马上就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不希望马上回来。你要讲啊，你要说人跟证物一起移送，但是一个先决条件，移送一定要把它带回来，我们自己来办，这是个原则。至于明天后天回来没关系，就像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不是有规定吗？人跟证物要一并移交检察官嘛。你们在办案子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是老刑事啊、老刑事啊，你两个做这顾案子要跟证物一起、跟卷宗一起移送给检察官，这是你们几十年的老刑事的经验。这次那公伯情测呢？我跟你报告一下，因为资通性的犯罪哈，它本身比较复杂一点，不像我们有一些案件哦，啊，就是复杂，你就爱恁注意啊。所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资料拿到，所以跟委啊，如果不是一下子拿到，我的意思说，那你要跟国人说明，而且要公开的。好好的跟中国呼吁啊！我不是讲，我刚刚的意思就是叫林博主啊，注意一下，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不是还有三十个还没回来吗？提醒注意一下好不好？赶快发布个新闻稿，让国人知道嘛。啊，这个本来应该要在内政或其他地方去问的，跑到财政来问啊，对不？副署长，按的对不对？这案子我们回去检讨一下，那个再做一些强化措施。希望我们副署长、刑事警察局努力一下，你们两个都是老刑事了，应该知道这些嘛？知道，当然知道。哦，要细致一点嘛。嗯，是的。哦 ，OK， 好，谢谢，谢谢委员。请余婉如委员质询，余婉如也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好，那请那个黄副主委上台。委员长，
副主委早哈，就说最近这个中国这个诈骗这个案子嘛哈，是变大家非常注重的一个议题哈。但是我们是还是要回归到这个财政财经，因为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哈。是。所以我今天是想要提醒一下金管会哈，有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多注意哈。是。那先放一下第一页，就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办公室做了一些资料调查，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在第一季来到这个七年来的新低，只有6.7%。那市场觉得说它应该还会继续，这三季未来三季还继续在下修哈。那另外就说，在过去这个中国外汇的储备哈，在过去一年来大减了19.353兆的台币哦。那这个减幅高达16%，非常高的一个减幅，它的外汇储备哈。下一页。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调查了一下它的这个出口成长率，已经达到了连八黑了。在二月出口衰退25.4%哈，是6年9个月来的新低哈。再下一面。那最近公布的全球跌幅前十名的股市，中国就占了4个。而且跌幅都是大概是双位数的，就是10几%哈。那我们看到像中国，他们这个经济的状况一直都是在往下探底哈。那最近在台湾，我们引爆了 TRF 的案子哈。那所以说，因为我们台湾对于中国人民币啊汇率这等等有非常大的联动关系，所以我另外是想要问的是说哈，有关这个银行吸进的问题哈。那我想知道说，金管会在这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哈？因为在2014年。就已经爆发说和库对索利鞋业的这个连带案，结果被倒账吼。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银行去吸进是为了要服务台商，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台商其实状况不好的，他们甚至往东南亚吸进，而且就说我们银行去这些东南亚或中国的时候，真的有了解他们的政经情势吗？像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况啦，这些都影响着经济前景。所以我想先问这个副主委，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把握能够真的对中国的客户在银行端做好他的 KYC？ 鲍委员，您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我先回答，就是其实也是过去这一年多发现一些个案的这些授信突然爆发，所以我们在这个监理机制上也整合存保公司，对这些银行的特定的账户如果有发生问题的话，有麻烦存保一起大家合作去监督它，是第一点。第二点，从去年我们有要求银行对于在大陆设点的银行，对于大陆的授信增提准备多提1.5%，这部分已经在去年年底已经到位了。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跟大陆的银监会有定期的有监理备忘录，定期的也会交换相关监理的资讯，所以我们对大陆整体经济的这个slow down 啊，其实我们已经有采取相关措施去注意。那个案部分，我们已经有要求，银行跟存保公司跟金管会特别去注意，特别跟委员报告。是，可是对于说这些放贷的或是这种同业拆款，这些都是连带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银行体制也很不好。那这部分我们有没有更多的 做法或是去强化它的这个监控呢？我们有要求银行从前年开始要求他银行强化对中国大陆授信的这个风控风管。那甚至他说如果他要去海外设据点配合亚洲杯不是大陆，我们都会要先检视把他对大陆的授信风险管理做得好不好作为一个审查的标准之一。所以用这个部分直接间接去督导银行重视大陆风险。好，那我现在想问，就是说我看了一下汇誉国际信评，是，他是说他预估，他估计我们台湾的银行在大陆的这个铺险位置是大约4兆，从过去去年从3兆上升到4兆，可是金管会在去年12月底公布的只有1兆7000多亿。我想问主委，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跟国这个汇誉信评的这种估计会差这么多？我们用的这种风险铺险的这种计算数有什么差异？为什么我们跟这个汇誉信评是不一样的？好，鲍委员，那个汇誉的资料我没有直接看，但是有一个差别就是，其实我们对大陆的授信，我在第一个曾委员报告时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在净值0.58倍已经有降低了，但是汇誉的可能是拟制性的，因为我们把短期一年的贸易性的融资部分是不在这个铺险额度之内的，因为那个部分是短期的，而且是有实物交易的，所以我们觉得风险不高。
但是惠誉可能它是把它计算的基础是比较广的，那我们是以风险为基础去做计算的，那即或是泥质性的部分，这个比例都一直在降低的。那为什么不参考惠誉信评的？因为它毕竟是国际机构啊。那为什么我们算的是比较宽松，他们参考的这个参数是比较多的呢？其实我们也报委员，我们也不能说宽松，因为其实我们认为一年期就短期之内的那种是比较能够掌握风险的。那个部分我们觉得排除，其实在国际间也都有这个惯例。那惠誉可能从总体来看，他觉得哈姆啷当都要加进去，可是惠誉并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其他的监理增强措施，包括增提 1.5 的呆账准备，这些还有一些值的这个，比方说跟对方监理机关的强化交流等等。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但是我们觉得原来的规范应该还是合理的。是，那另外就是说，我回到刚刚我提醒主委，就副主委这边就是一些数据，好，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的非常快嘛，已经到了 16% 了。那其他的这些它的这些向下探底的这些数字也都很快。是。那可是问题是我看我们台湾的国营对中国的这个放款的曝险位置，虽然说金管会有掌控，去年的余放比有稍微低一些，是，但事实上它还是就是不减反增哦。那我真的很担心，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体基金环境的调试动作太慢，是不是会有什么这种影响或者是有可能的风险？鲍委员，其实风险应该是银行自己本身他第一线他要去注意的了。那我们主要是在乎整个大陆地区整个的曝险对台湾母行他整个所带来可能的影响，那这部分都在掌握中。但是这种授信有的时候也必须比较用一种比较渐进式的方式去处理，太急的去处理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尤其是台商的一些营运，所以我们会有兼顾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去处理。是，但是就是说已经放款了就可以慢慢调嘛，因为你款已经 放出去，或其他的这些这种银行的这些作业。但事实上未来的部分，我想知道说金管会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有更快的机制去回应这些风险。其实看不出来有任何动作嘛，就是更进一步动，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比率，他们中国的这些是比较大的、比较大幅度的，代表说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是在一个大的波动之中。可是我们台湾就是那边的银行都是缓步在处理。鲍委员，我想您的指示我们会请银行局继续再去检讨。那我们已经有要求银行做，但是可能我们会照委员的指示继续进一步的加强银行的这方面风控的意识。是。那另外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稍微算了一下，就是国营在中国曝险居高不下嘛，目前放款还在继续增加，到了二月底有1390亿哦，好，就是说国营对中国的这些这个放款啊，企业的放款，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部分，你们内控是怎么落实？因为它一直在增加，那就是你们有传达这些指令了吗？也内控有落实吗？有，其实就是就曝险比例来讲，其实是不断的在降低，但是因为银行授信是银行自己本身要它的真授信跟内控去处理这部分，我们已经有305申要求银行去注意。那数字方面，我们每定期都会有内部的这个曝险的分析，这部分如果有发现有问题，会采取预警式的去要求银行去检讨。所以你们可以掌握吗？我们可以掌握。我们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这些银行鬼迷心窍。刚开始我们那个银行就往中国走，的确是尝到了甜头嘛。是。可是问题是现在明明大家都往外，资金都外逃，可是我们银行还继续放款。那到底金管会有没有提醒他们？有没有掌控，让他们悬崖勒马？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有，我们定期总经理会议也都会提醒。那我们金管会内部也有各局跨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理的平台，也会就这些资讯去研议它的这个风险性，都会有。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想请教副主委，就是说如果这些银行发生了这种风险上面的这种倒账然后这个坏账的风险，那台湾要不要对这些银行纾困？政府要不要对这些银行纾困？目前来讲应该不会有这种打算，因为看它，因为这要看实际的情况。但是我想我们整个的金融安全网的机制跟预警的机制都建立的相对的是不错的，我认为其实真正要产生纾困的几率应该不是那么的大。好，那如果真的要纾困的话，政府要不要出手？我想鲍委员，因为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我想原则上应该银行的事情应该是银行自己去处理，尽量不要用到。那本席可不可以要求如果需要纾困的话政府不要出手？
我觉得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 主要的看法，就是说风险应该要银行 自己去承担，或是银行的债权人或是股东自己去承担。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民间也很关心，大家都希望就是说如果这些银行不听劝或者不听这些好这些控制内控这些等等的规则的话，到时候他们如果真的有坏账的话，希望政府不要出手。了解了解，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报告各位委员跟我们在列席的各位同仁，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谢谢。
各位哈，请尽速回座，并且保持会场秩序哈。请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陈赖素梅委员也是本会的委员。我们的主席，还有我，请我们监管会副主委。委员长，我想请问一下哈，今天对于我们号称台湾首家 P2P 贷款平台，也就是我们的乡民贷，已经就我所知道，已经在3月24号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关于这个部分，我们金管会是否已经有进行相关的一些掌握？是，鲍委员，我们银行局有跟他做一些讨论，提醒他一些。重视有些法律的部分，请提他注意。另外，我们上礼拜也发了一个新闻稿，提醒民众，有些哪些部分在往来的时候要注意的，哪些法规是乡民贷不可以去违反的。那即便我们金管会在去年底已经成立 P2P， 就是我们的网络借贷的平台有专案小组了，那并且承诺今年的上半年就要开放这个可行性嘛，但是呢，针对我们借贷这个交易的这种的评估以及风险的管理那我想这个已经正式已经开始上路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金管会就是根据你们发布的四项的那个红线的要点，就根据这样子的要点来办吗？鲍委员，其实现在那个乡民贷并不是我们所监管的金融机构，它是依据于民法的这些规定去处理的。我们只是提醒民众，要注意这些问题，也提醒乡民贷要注意。对，现在本席要问的就是，就我本席所知道，在我们那个借贷市场当中，以中国为例了哈，在2010年开始哈，他们每年都有超过200%的惊人成长。2015年。单月交易量已经高达800亿的人民币，大概新台币4000亿左右，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哈。那我相信未来我们在台湾境内，没有做这有效的控管当中，这个后续发展的问题也会很严重。您认为是吗？我们同意委员的意见，就是这部分跟一般民众相关的事情，一定要非常的审慎，要重视风险管理。但是呢？我们就本席所知道，针对吸金我们有法可管，但是放款我们就没法可管。因为放款不是，经常都面临到放款涉及到一些那个我们金融的一些法律的关系，然后我们放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做监督的机制，是吗？报告委员，因为授信不是银行的专属业务。比方，所以我们并没有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就像民间的标会一样。但是吸收不特定多数人的存款，银行法29条是刑法的这个规范的，是。对嘛？就是根据我们金管会针对 P2P 有4道的红线，就包含它不能违反证交法，不能有个资法的一个规范，以及我们非法的吸金的一个控管，以及暴力炒债这些，你们就针对这4项做一个。一个表面的一个管理，而没办法实质的一个管理，是吗？鲍委员，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因为刚才那个詹局长也跟相关委员报告过，我们正在拟这个相关的方案。这个方案拟完之后，可能未来正在拟相关的方案，你是现在正在进行是吗？现在正在还没有完成，要等到那多久才能够完成？这应该要到我们这个相关的方案跟不上我们的那个现场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运作的，那当未来发生这些风险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是金管会，你们这边拟定相关的方案是到什么时候可以拟定得出来呢？应该是6月底之前应该会有这个方案会出来，那等新的主委会做一个上任之后会再做一个裁示。六月底哦，根据我们那个财经的杂志报道，
中国国务院在4月14号联合14个部委召开跨部会的会议，对于这项的那个资讯，哈，金管会这边了解吗？我们都有掌握，尤其是大陆发展这个业务，它的得失跟它的管理的机制，我们都在密切的注意。你看，中国它就已经短短这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这个关于这个P2P 的一个问题，包含过去在中国视为金融创新的网络金融的那个行业接连爆发，中国依珠宝网贷公司非法吸金跟诈骗超过500亿的人民币了，哈，也就是说这种的案子也让中国大陆那边上百万的投资人超过1000亿的人民币的投资陷入危机，哎，啊，我们现在对于这部分我们都没有给我们这个金管会这边有一个提示，你们要快马加鞭，脚步要快一点。有，我们也跟我们这大陆的监理资讯，我们都一直在收集中，在研究。我们有你看他们中国都发生这样子的这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他们跨部会已经宣示一年当中要赶快针对这个P2P 这个重点摆在这个重点。可见呢 P2P 隐藏的很多的风险跟危机，了解，是未来我们会发生也是可预见的。但是我听到6月份才要有可能做出一个专案的一个研拟这个法案，我那本席还是觉得说很担忧啦，哈，未来是不是跟不上这样子的一个脚步，因为毕竟我们在台面上已经开始在运作了，是不是？这个运作其实不是在金管会这个督导之下，它是民间依照其他的法民法的规定去处理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用一个跨部会的一个专案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研拟，等将来这个风波一爆的以后，不要到时候我们政府又措手不及啊。本席所提的就是这个意见，啊，了解，我们会尊重委员的指示，我们回去再看是不是跟其他部会有相关的一起去对这个问题做研究。像最近本席就有跟您在讨论研究一件案件，就是关于我们的那个借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关于我们有一个补习班，对不对？是。上全台湾上10000人以上的一个类似他们这个消费者争议，就是跟这些我们这些租赁公司跟这些融资公司跟他办理借款用补习班的名义跟这些民间的借款公司，结果现在一个无法可管。那这些民间借款公司的源头，他们来源应该是银行的钱给他们的，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庞大的资金呢？报委员，其实资金来源不见得是银行，有的时候他自己民间的借贷或是从资本市场都有发短借贷资本市场。那你在法律上已经有规定了，不是规定不能非法吸金吗？他那是只有两个来源嘛，一个你非法吸金来的嘛，另外一个可能性的来源就是银行那边借来的。他那个钱有的时候是单笔的、大笔的，不见得是从不特定多数人的民众那边过来的。单笔的、大笔的。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发生这种案子，已经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可见呢，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加快这个脚步。了解。好，那对于我们上面提出来的关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的贷款的网贷之家，哈，那将近了，哈，我知道统计，哈，上面2011年上线以来至今到今年的3月，累计相关理财的一个平台，哈，高达3984家，是将近有40%的倒闭或跑路，1523家公司，这个面临的是什么？跑路、诈骗或提现困难等负面的一个问题很多。了解。那未来我们台湾面临这样子问题的可能性也非常的高，对不对？报告委员，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问题，我们会借鉴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产生的原因，我们会防止这些问题。我不认为台湾会发生这个问题，我想金管会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积极认识去处理的。你不认为有发生这个问题？不是，我不认为会像大陆这样子野火，这个像这个到处普遍，因为原来他们是不管的，那我们一开始就非常审慎，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审慎的。
既然非常审慎，那为什么我们相关的 法案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放我们这个乡民代的？我们没有开放它，跟委员报告，它不是我们审核核准的。它3月24号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个它没有，我跟您报告，它的借贷的机制跟金管会的法规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是我们核准它的。那不是你们核准它的，是谁核准它的？这个要看他是不是，也许他就是单纯成立一家公司，做的是民法的这个事情，是民间的这种借贷，这个不是依照金管会的法规去设置的。对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金管会管不到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预计未来发生的问题，最后我们委员还是会质询你啊，所以还是会质询我们金管会啊。我们已经发布新闻稿，然后约谈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跟他提醒他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后续我想我们那个研究的方案中，对我们是不是要整个推出一个合法的这个机制，我们会提出一个方案。您的意思就是说，您会提出，就是刚刚讲的，你会在6月份以前。这个因为我们银行局在积极的研议中，我想应该是到今年年中的时间，应该会有一些方案出来。好，那本席在这边哈要求了哈啊，尽快研议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律哈。谢谢委员，谢谢。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徐正伟委员，徐正伟委员，徐正伟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蔡益宇委员，蔡益宇委员，蔡益宇委员不在，请修志伟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审计部林审计长，跟金管会黄副主委。审计长，去接待外宾了，现在请王副审计长。好，谢谢王副主，王副审计长。我先请教这个委员好，我先请教这个黄副主委哈，关于这个决算报告里面呢、啊。对于这个本国银行，不管是公营或者是民间银行，在中国地区的曝险的额度它这个决算净值比率大概高于68%的，我算一下，大概接近20家了哈。因为这种程度，跟其他邻近国家、跟日本、跟韩国比较起来，这种的比率算不算偏高？报委员两点、啊、第一点，那个您手上的报告是103年度的决算，那今年是105年了，所以这一两年间其实那个比例已经降低了，我们大概平均是0.58倍。等一下，你103啊？这是103年度。103表现最好的这个国营是第一商业银行易银嘛？哈，是，它是72%。那105年度呢？我们现在没有个别，但是现在平均是0.58倍。那前年那个时候超过0.58倍是多少？就是净值的0.58倍。在净值的58%了哈，58%对。那最高的是占净值的比例是多少？以前最高有时候到0.8、0.9，但是现在普遍都。不是啊、我是说105年度啊，你们决算的这个报告出来。我跟委员报告，103年度的时候超过0.8的有10家，现在没有任何一家超过0.8。所以在平均下来是0.58%嘛，哈，0.58倍。对，在103年度的平均是多少？那个时候0.8几的左右，0.8左右，0.7、0.8左右啊。好，你觉得按这个一般的这个比较正常的状况或合理的状况，这个在曝险的额度占决算的净值比例多少比例才比较合理？报员风险比较少是。其实这个比率是我们监理单位依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去做的决定，其他国家他们监理机关不见得会给一个银行一个整个的曝险的比率，也许由银行自己去做决定。那我们是看到，如果按照本国的状况，今年105年度58%平均0.58倍，你觉得合不合理？我觉得这种情况
对于这种曝险的这个状况，它的风险是不是已经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认为已经有效的降低，而且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有另外一件事先跟您报告，我们去年年底已经要求各银行大陆的授信资产增提 1.5% 的准备，这部分已经到位了，这其他国家没有做的。那我们目标值是多少？1.5% 已经到了，提 1.5% 我的意思是说，它的曝险的总额度是决算净值的几倍比较合理，或者你们目标值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当初是说不要超过净值，不要超过净值，但是现在是 0.58%，58%，所以表现是非常好了。我们不敢说百分之比较好，只是说我们渐渐的要求银行重视大陆的风险，因为大陆的经济渐渐的趋缓，所以银行必须要注意它的风险。所以105年度跟103年度，或者以现在跟未来三年做比较，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金融风险，它是会逐年提高还是逐年降低呢？评估一般国际间看对大陆的经济的风险是比较审慎的，所以我想我们的银行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处理了。比较审慎就是它风险已经提高，所以不确定也增高，风险也提高。这是一般国际间的看法是。所以我们这样虽然说整体的曝险虽然已经降低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料敌从宽，这个环境变化多端了，而且非常险恶哈。了解。应该用比较最安全的方式啊，来这个保障我们曝险的这个比例能够有效在控管的范围之内。是。那相关国有银行的表现，哪一家银行在曝险的这个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强化或者改善？因为个案的部分我们不方便在这边再讲，但是我想我们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每一家银行都有它的这个 AO， 他们会对这些银行的曝险定期去检视。那金管会内部也有一些跨局的平台会检视我们整个银行的大陆曝险。对，金融风险那个大概跟这个中国整体的产业风险有关系哈，跟国家的风险也有关系，所以那您的说法是说，在未来国际间或者我们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它风险性是应当是提升的嘛，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对他们未来这个国家的战略跟计划，我们必须要一定程度了解了，哈。是。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审计部副审计长哈，这个“十三五”计划哈，你们要做决算的审核啊，中国还有“十三五”计划，对不对？“十三五”计划它。具体对金融界的这个控管啊，或者对这些金融界的规范啊，有没有这个？你们有没有做相关的评估？这个部分我们目前也在注意当中。那我们审104年度的决算时，我们会再特别来注意。对了哈，所以你要了解它产业环境变化，从它的国家的战略计划去做了解嘛哈，你才能做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一个决算的这个审核嘛哈。是。好，那我回过来再问这个副主委，啊，对中国“十三五”计划，他之后啊慢慢推动了这些金融改革啦，或者金融方案啦，整体而言，这个金管会有没有去了解？有，我们内部有看过他的“十三五”的计划的一些重要的核心价值，什么创意分享、绿色，这些我觉得我们有注意到，当然金融部分尽量减少国营金融机构朝市场经济去发展，这我们有特别注意，然后有强化监管。好，谢谢。那我另外请这个银行局战局长，这个副审议长你先请回哈。委员好。局长，这个针对杀价竞争的问题。对中国授信杀价竞争的问题，目前金融检查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这一个去年修正银行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恶性的销价竞争入法三读通过，也定了法则那目前有没有开法？目前还没有开法。有没有违法的状况？就修法通过之后，入法之后，这一种整体的违法状况，销价竞争的这种程度有没有因此下降，或者有没有某种程度你们可以控管？应该有改善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有耳闻那如果有耳闻的地方，金融业有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高警觉啦。
那在金融检查如果有相关疑似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会依法严格来处理。所以为我们去年修34条之一跟131条给你们罚则，对不对？是。到目前没有任何的裁罚。还没有。那你觉得这种现况有明显的改善吗？因为为什么会入法？为什么会有罚则？就是因为这种秩序已经失控了，必须靠法则来导正嘛，哈。那这部分，这个没有开罚的原因是什么？跟委员报告，也可能啦，哈，因为法律通过到现在，哈，时间也不长啦，哈，所以检查结果。五年开始到现在，买不几年啊呢？是，就是说，如果相关的个案，我们确实有一个法源可以来处理啊，会对恶性销价竞争，我想有相当的注意啊。遏制恶性销价竞争有相当的帮助，所以在未来可能开罚是？如果有个案的话，我们一定会依法来处理。好，好，另外再请教这个副主委，副主委有没有可能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接到征询？没有，有媒体很多都。好像是个揣测，您可能会更上一层楼。那你对如果520之后发布你当这个金管会的新任的主委啊，你对金管会的业务主委已经发布了啊？主委已经啊发布了？对，我真的是没有这个。你不是执政党的吗？发布了啊，好了，这个我知道你发布了，这个把气氛缓和一下哈。你上任之后啊，你觉得对金管不是我是丁主委丁克华啦，丁克华。好，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继续留在副主委的位置？我是事务官常任的，所以理论。那你要怎么样协助他？全力协助啊！全力协助。有哪些业务啊？是觉得必须要做更多的推动，更多积极的改革。我想在前曾前主委还有王主委现任都推动了很多改革，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继续在推动啊。好，那当然丁主委可能有他的整体这个我们金管会同仁的士气怎么样？士气高昂，士气高昂。好，对新主委充满了期待，充满期待，没错。好，非常好。好，谢谢。打个岔哈，报告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一直要把议程处理完毕哈，那所以中午如果有排，这个活动或是会议的各部会的同仁哈，那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中午不休息哈，要把议程处理完毕。请简东明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请陈怡杰委员不在。请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不在，请江永昌委员也是财政预算决算委员会的委员。谢谢主席请金管会副主委。委员好，副主委好，今天看的是103年度的决算了哈。是。那我从立法院的预算中心跟审计部相关的一些报告，有看到一些问题哈，就教于副主委。是。先请教，我们金管会有哪些周边的研究单位？坦白说，没有绝对研究。比方说，我们有金融研讯院，有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还有证券及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他们兼顾训练，还有一些做一些研究。是。好，那这几个研究单位他们的业务有没有啊？副主委再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研讯院是有一些金融的考试测验，还有金融的训练，那也做一些金融的研究。那保险事业发展中心，也做一些保险监理的一些智囊的工作，那也提供一些训练，那也有偶尔也受主管机关或是其他单位的要求做一些研究。那证机会的功能也是有训练，大概就三个部分嘛，是，一个是训练，一个是测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研究嘛，哈。是。那到底研究占这三项当中，它比重应该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怎么样是比较合理？每个单位不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有一部分像研究部分，每个单位都不一样哈。但是我所看到的报告是这三个单位啊，其实它的研发收入都偏低了。所以本席想要就这个状况了解说，它到底占这个比例应该是怎么样是比较合理，怎么样是比较适切的？好啊，到底这样的一个报告写出来说，它的研发，比方说它的创新商品或是它的一个服务方式，是到底有没有在做？那也有人说他是做了之后有没有是免费取用，还是怎么样？这个情况，请副主委做一个说明。跟委员报告，其实研究的这个比例已经有提高了。那像政基会跟研训院部分这两年的比例都有提高。那研究有提高，但是研究的收入有没有提高？相对于103年度以前，每一年都偏低。那去年跟今年呢？这一方面是不是该改善，还是说其实它不需要这样子？报委员，有的研究是主管机关是责成他去研究，不见得会给他经费了。那有的部分是有委外的研究是有经费。那到底该不该给经费？主管机关有时候依据行政上的要求他也不会给他经费。因为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检讨报告写出来，是，所以本席想了解到底研发的这个收入，或者说他有研发，但是其实收入不是我们最主要评判说他业务有没有做好的。就这一点，请副主委加一。我们是期待这三个单位都能够提高研发的这个收入啊。对嘛？对。啊，那现在研发收入偏低，那有没有什么相当的一个改善的措施或者建议的措施？有，大概去年的时候，曾前主委在的时候，其实就有要求各这三个单位要提高他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跟这个收入的比例。你讲到曾前主委，他说不定说这研发很多都是其实是有公用目的的啊，公益目的的啊。那这样跟你刚刚讲的这有点打嘴呢。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这些单位能够尽量用好的人才去争取外面的这个研究。不是，我要你比较肯定一点的答复了。是或不是我都接受。是。哎，对，请说。是有提升，但是不是每一个单位提升了那么多。哎，我还是希望说哈，你。再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好，那比较肯定一点，不要这么模棱两可了哈。了解，我想请教一下，是，那我们证券期货有哪些周边单位，就是跟我们政府的这个公务直接关系的，我们特许它的有哪几个？有六个，证交所、期交所、集保、柜买中心、证基会跟证券。交易证券投交易人跟期货投资人的保护中心六个。好，他是不是特许？他的业务是不是独占？基本上来讲，其他的民间金融机构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嘛。像证基会有的其他单位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那证交所、期交所，那当然是主管机关给他的这个特许。那我想问哈，刚刚所讲的证交所、期交所、集保结算中心等等。那以及这个柜买中心等等，他们的从业人员啊，就员工好了，是他们的年薪大概是多少？年薪大概比公务机关是要高了，高很多哦。是，嘿，大概是160万、170万左右。那我们一般银行的从业人员的员工有没有这个主计单位他们有统计出这样的数字啊？是。那我不晓得副主委知不知道大概是多少？因为每个银行不一样，有些贵基层的。这个数字有统计出来，是，大概将近90几万了，不到100。是。那一个是我们特许给他独占利益的，那一个是一般的这个金融机构有没有？可是这两个为什么年薪差那么多？副主委可不可以给一个答案？你既然特许他独占，然后他的年薪又比较高。我想他本身有足够的这个绩效支持他这样子对员工的，不会是因为他特许他独占，应该不是，因为其实 那我们要不要对这些特许独占的这些金融要给他收取规费，或是说不要只有收一般的这个监理费用，有没有差别？因为他不是透过政府，我跟你讲哈，这个相关的报告里面根据规费法第七条，他有这个限量定额之特许，或是预算法第94条，有关于这个特许执照之授予的，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外，那应该用公开拍卖或招标的方式为之的，
其收入应归于国库哈、哦嗯。这规费法第七条跟预算法第九十四条，相较于这两条，那我刚问啊，好、哦，他的这个年薪差别度这么大，那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给他特许，给他独占？那我们要不要在他应该收取的这个费用上面，好、哦、去跟他增加？来挹注到我们这个金融监理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费用，而不是只有靠我们公务部门的这个预算来支出。哎，这个报委员，其实他现在我们的监理年费有收万分之三，他的营业收已经有交了。万分之三，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比照一般的这个啊民营金融机构就是收万分之三啊。但是他你没有给他特许，也没有给他独占啊。但是我刚讲的，请说。对，但是他比方说证交所跟他相关的券商，或者是他们所。这些收的这些手续费都是很低，而且他们也都花了很多这个尽了很多社会责任去把他的这个收入盈余啊去做这些社会公益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已经交了这个监理年费了。这好像不冲突吧？这样不冲突了。您再说明详细一点，我听起来并不冲突啊。那不会说他有做什么社会公益，或者说他有做什么，其实你并不是取取他做这个啊。嗯。请说。我们觉得规费目前来讲，应该它不是属于规费法规范的那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应该不需要交规费啊。确定了哈、啊，你是走向这样的一个，不认为说，那所以我想哈，那我可能执行完之后，我再以书面以这个报告当中对你们有关于这个收费偏低了解，好啊，导致于说你不能够挹注到这个金管会的这个相关金融监督的这个预算当中。啊、再做出一个更好一点的一个说明、啊、了解，谢谢委员。啊，在这里也要请教哈、哦，这个在这次检讨报告当中也有讲到，我们的这个金融检查的总天数是这几年来有没有？嘿，这个总天数越来越少了哈、哦。啊，相较96年的时候有19000多天，到103年了、啊，当然我是看决算的，有14000多天了、啊。那这个检查总天数下降，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趋势是什么？报委员，我想我特别跟您报告，那个决算书的确是这样讲，但是这两年到去年已经提高了1000多天了，所以整个的平均天数有增加了。那就算你就是我们现在所想的哈、你们现在所需要做的金融监督的一个业务，好，包括今天其实很多委员执行，都包括这个。电子资讯越来 越发达，各样的其他一个支付方法跟各样的其他一个金融商品还有衍生性的越来这个量啊，这个复杂度 越来越这个增加你们的这个业务，它可是相较于96年有将近20000天的这个总检查天数，到现在103年减了快5000天了哈，我这样讲、啊，你刚刚说104又比103才增加1000天，那增加的其实也一点点而已啊。相较之下啦，那这样子的话是说你们的这个金融监督有做得更好，所以总检查天数下降吗？你敢这样说吗？需要一个回答。报委员，其实监理有就是实地的跟场外的，那都同时在做。那现在监察局的重点是比较偏重在。专案的那一般的部分，透过报表稽核或是透过内控的这个处理，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些功能。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双管齐下。那目前来讲，我们的天数从、这个决算书给我们的一些指正之后，我们也增加了。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有一些跟这个就 onsite 跟 offsite 之间都有一些平衡搭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不认为说以金管会的立场，还要再增加人力物力？你不认为现在政府的预算现在做得很好了？说其实啊、这个相关的这个监察院或者相关的预算中心对你们的一个检讨报告所指证的，并不是说真的那个状况。其实你们包括这个境外管理，包括专案管理，事实上已经增加很多，所以才导致这个数量上看起来是总检查天数下降。你是这意思吗？报委员，我们永远都需要改进，但是天数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增加了。另外就是我们依照风险为基础去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实地的检查，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也许普遍来讲这几年银行的资产品质比较好，所以很多实地去检查一般检查的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些调整，就偏重在专案检查。那我想会后我再以书面的方式了解。那请副主委就人力到底要不要检讨，
那你们自己认为检查总天数降档下来，但是境外以及专案的管理部分其实有增加，是，那这样来回应这个检讨报告，了解，也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好，遵照委员指示办理。好，谢谢。报告各委员哈，我们中午因为不休息，所以我们有请各单位准备便当。那因为本来没有办法掌握说到底要开到几点钟，那所以各单位都已经准备便当了。那我们但是呢，我看会议应该会顺利，所以呢，我们请会后哈再来发放哈，谢谢。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询答完毕，我们做如下的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委员质询当中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第三，委员质询当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也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处理讨论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审查项目。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瓜武韩附属单位决算及踪迹表案审查项目。一、单位决算部分：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二、银行局；三、证券期货局；四、保险局；五、检察局；六、其他查核事项。特别决算以前年度转入数决算表。二、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部分：一、特别收入基金、金融监督管理基金；二、其他特种基金；一、保险业务发展基金；二、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三、营业基金决算部分：一、中央银行、瓜武韩中央造币厂、中央印制厂；二、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项目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照案通过。审查结果：本次审查有关各单位预算之执行、政策之实施以及各特别事件之审核、救济等事项均照列。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结果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通过。报告各位委员以及我们今天列席的各位各部会同仁。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下全体财委会的委员，因为大家今天在询答之后呢，同意我们今天出席的各部会103年度的决算好通过。那我们要谢谢全体的财政委员。第二个，因为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决算，我们需要在场足够的法定人数的委员，所以我们也特别谢谢曾明宗委员。也特别谢谢徐国勇委员，也特别谢谢江永昌委员，这三位委员还在现场，让我们可以达到法定的人数通过决算。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谢谢他们。好，我们今天会议议程已经顺利进行完毕，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休息。好，辛苦了哈。